好，现在我们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十三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2005年5月31日星期二下午12:14至13:00，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王委员、荣章等18人，主席江委员启程。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十二次会议议事录。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十六次会议议事日程未审定，主席宣告本次院会议程草案内容朝野党团无法达成共识，原潜力将本次议事日程草案提报院会处理。宣读完毕。请问对于上次会议记录有无异议？好，没有异议，我们会议记录就确定。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那如果有委员要登记发言，请到主席台前登记。在议事人员宣读完毕后，我们就依登记顺序请委员发言，发言后再行处理。现在请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十七次会议议事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5年6月17日星期五，21日星期二上午9:00至下午6:00，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十六次会议议事录。2-6，委员黄国书等拟具《全民国防教育法》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高级中等教育法》《专科学校法》《偏乡教育条例》草案，《国家语言发展法》草案，《军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7、委员郑宝清等拟具《铁路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8、委员王定宇等拟具《在台公司大陆地区股东股权行使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9-11，委员徐国勇等拟具《矿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洗钱防治法》《刑事诉讼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2，委员黄秀芳等拟具《公益劝募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3-14，委员廖国栋等拟具《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公司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15，委员徐真卫等拟具《警戒使用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16，时代力量党团拟具《财团法人法》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7，委员林黛桦等拟具《农业发展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18，委员陈赖树梅等拟具《建筑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19-22，委员卢秀燕等拟具《公有贵重财产文物清点法》草案交财政、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保全业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烟害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23-24，委员江乃馨等拟具《烟害防治法》二案均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25-26，委员郑天才等拟具《原住民主教育法》二案均交教育及文化内政两委员会审查。27，委员刘世芳等拟具《国家安全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28-32，委员罗志镇等拟具《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条例》《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军人保险条例》《军教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人民团体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33-34，亲民党党团拟具《警戒使用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原住民主历史正义及尊严恢复条例》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35，委员洪慈庸等拟具《兵役法施行法》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36，委员严宽恒等拟具《电信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37，委员江永昌等拟具《都市更新条例》。38，委员钟嘉宾等拟具《灾害防救法》均交内政委员会审查。39，委员罗明才等拟具《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40-41，委员刘建国等拟具《儿童及少年福利权益保障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野生动物保育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42-43，委员陈曼丽等拟具《野生动物保育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动物保护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44-46，委员陈其迈等拟具《野生动物保育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入出国及移民法》《政治现金法》均交内政委员会审查。47，委员王惠美等拟具《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48，委员黄国书拟撤回前提之《放射性废弃物管理法》草案，拟同意撤回。49-62，行政院大陆委员会、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科技部、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文化部、外交部、行政院内政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经济部、司法院、蒙藏委员会、法务部等函送主管之财团法人104年度决算书案交相关委员会审查。63-119，
卫生福利部、交通部、经济部、原住民主委员会、内政部、教育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财政部、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劳动部、文化部、中央研究院、国防部、科技部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120-137，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卫生福利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交通部、国防部等函送预算决议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138-145，内政、教育及文化等委员会函为预算决议事项准予动之，行政命令与审查期限提报院会请查照案。146-170，行政院函送委员提案研处情形，请查照案。171，本院人事处函为第九届全国不分区民主进步党立法委员释义方先生及李丽芬女士已于2005年5月26日到院宣誓就职，请查照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征列：一、民进党党团拟具《私立学校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二、委员古拉斯尤达卡等拟废止《蒙藏委员会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三、委员蔡玉等拟具《赦免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4-5，委员释义方等拟具《水土保持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技师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6、委员邱颖等拟具远洋渔业条例草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征列。7、国民党党团拟具反族群歧视法草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8-9，委员王玉敏等拟具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均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征列。10、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纳税者权利保护法草案交财政委员会审查。11，委员黄国昌等拟具中华民国宪法第130条条文修正草案交修宪委员会审查。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以本院委员咨询部分，对行政院院长施政报告施政方针继续质询。宣读完毕。好，现在没有委员登记发言了，那我们就决定议程草案报告事项、质询事项对行政院院长报告施政方针继续质询就通过。现在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案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者共8案。2、一请愿法第4条之规定系属应提起诉讼的事项共17案。3、一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5条第二项规定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负者共68案。宣读完毕。好，请问对于人民请愿案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通过。请问有无临时提案？没有临时提案，我们散会，谢谢各位。